边，林伟汉回到了先发位置，谢亚轩、阿巴西、艾德搭配的卡斯，在卡斯投三分，身材是比较矮小一点，加上前面林伟汉快速的推进，速度很快，这边往禁区里面走，艾德放进两分，太离谱了啦！这样子也没看到怎么吹球，动作。这边光哥因为过度激烈的抗议啊，也领了一张技术犯规。在禁区拿球最好。谢亚轩弧顶位置的三分球，弧度速拉开，这样。哦，这个球差点被林伟汉给判断到。林伟汉，哦，这边也被拉到了，没有得分。啊，这个球直接被抄掉，然后反击变成一个快攻，林伟汉。到底这个球后面拨的是相当干净，然后前面快攻，郑伟到底有没有犯规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哎，郑伟又被换下去。是后卫最忌讳的。下去啊，好，我就在里面了，横行了。好，在这边林伟汉马上回应。哇，这也是拨来拨去，并没有做好。艾德向后翻身，这边拨来拨去，哦，林伟汉在空中，好，给出来，中距离的出手，艾德，这个地板传球给到了艾德 ，Give me five。所以基本上我们谈到就是他们的回防太慢了，6-6-4-8暂停之前，因为他们主要的68-64，现在剩下四分差的比赛，戴德，但是林伟汉这一颗三分球，戴德弧顶位置的三分。林伟汉再给艾德弧顶位置的三分球，又来连二拉二。哦！第三节还有林伟汉，加上阿巴西以及曾文鼎一些零星的攻势。